弱势囡仔因为家庭的因素，无得继续去校学习。嘉义报告协会和嘉义县教育联盟协会做伙来推动爱心助学疫苗专案，由校方立案补习班来响应，每一班提出一挂名额，让弱势学生去校有学习的机会，帮助那很多弱势家庭的小孩。那由补教协会提供相关的这个名额，那一共目前为止提供501个名额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都有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力量，那能够帮助家庭功能在经济上或者在其他方面不健全的一个家庭，那能够让小孩子那提供好的一个教育资源，那让他们懂得读书，那会读书，那进而能够在未来那可以透过读书来翻转自己的命运。全国报考总委会长邱昌奇讲，各县市拢陆续推出疫苗的专案，今年嘉义县已经500多名学生来参加，一个人行了近，一群人行了远，希望透过各界的支持，帮助更多囡仔。我们各县市全国都陆续在做这个疫苗专案尤其现在COVID-19 解除以后，更多的弱势的家庭需要我们整个补教业来支持他们的学生照顾，加强照顾这些孩童。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众人的力量，共同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圆满。县长王昌亮讲，社会弱势需要很关心，因的家庭功能较不足，教育会当促进阶级的流动，让囡仔得到更加侪资源。记者黄美佳，县长报道。